我无法度放下我甲宗浩的感情，啊，不过遐个幸福，才着去予算计甲怨恨代替啊，敢毋是？我哪会讲到即马，阁为着伊流目屎？臭豆腐外送，请问有人签收吗？啊，你想怎？无啦，无代志。你来考。老公，是谁欺负你？到底是谁？我替你讨公道，我甲拍到唔叫，叫狗，然后拖你面头前来甲你回事嘞，啊？无啦，无人欺负我。无人欺负你，你是靠什么意思啊？帮助新陈代谢。也是讲，台大护理师甲你注射，伤过粗鲁，你会痛。恁爸来找你，恁家发生代志，你无说你家己出钱。欸，你唔通讲你想歪咧哈？拢唔是啦。我拢唔是，到底是啥？你唔甲我讲，我唔知我落来斗啥讲。我，不哭不哭不哭，啊，眼泪是珍珠，笑笑笑笑笑笑。果然是啊，女人心海底针啊，啊，那问拢问袂出来。我看我来 Google 一下，看卖哦，找人到底为着什么代志？会这么伤心艰苦，哦，第一名是为了感情的问题啊。是不是你的前夫，他过来对你高高低，他欺负你，他到底想要创啥？嗯，我可真正要着哦，啊，看我，伊想怎欺负你？你甲我讲，我真久吼，无连闹一只拳头母啊，好甲拍一下啊！甲我讲，即摆人伫底？你敢有咧流目屎？我绝对会流鼻血。你莫冲动啊！你无找我啦？你无来找你，那呢？你为啥为着伊咧伤心流目屎？我毋是咧哭啦。我是欢喜啊，因为我拄则听到，阮翁永远袂阁有机会救我，而且真有可能我永远拢无法度甲伊见面啊，所以我拄则是喜极而泣。伊死啊？毋是啦，啊，毋过甲死嘛差不多啊。碎啦！这个叫做人见自有天收啦，人种渣男哦，连天公伯真正都无度忍受啦，何有报应，现世报啦。还是讲哦，看你唔是咧伤心流目屎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爹，嗯，你陪我去庆祝。庆祝好啊，也无，不，啊你无请假，你敢无倒出去啊？拜托的，白姨是阮兜开的，想甲搞我怎当？我的包包。哦，你臭大领导开的。哇！我都吃这么多甜食，这嘛算是一种特殊记忆的吼。因为吃甜，会让人的心情变好，尤其是巧克力蛋糕，一吃落去哦，我就感觉我的烦恼拢无去啊。是哦。嗯，对诶，啊，头拄仔你毋讲你心情好，要庆祝，哦，你是惊我烦恼，毋才故意骗我啊？我，你是毋是对你的前夫够感情啊？要才无咧，你莫有白讲话哦。无啊，那恁你为啥为伊咧流目屎啊？我这毋是为着伊哭咧，我是为着我家己哭。我是唔甘，我家己既然把我的美好的青春拢放伫个一个无值得我爱的人的身上，我是怨叹时间无法度重来。啊，不过讲起来，其实我的青春是去给我家己糟蹋的，所以我袂当怪别人啊。后悔哦，真正是人生中上痛苦的情绪。
呀，你讲这种话是要像人死啊？哎，什么失去的青春？你看你啦，生啊这水，搁这少年，那是你卖命啦！啊，无吼，迄高中校服穿落，今日路人讲，哇，十八岁高中生呢，啊！你想下嘛，你故事不就讲，我跟哪一个讲的，别人第二个会，我才埋怨呢。我相信呢，你故事跟我讲嘴的，都在你旁边。那不过，这个世间不像你讲的这么单纯啊。离过婚的查某人，会去给人贴标签了。你是贴什么标签呐？那就讲吼，给你贴标签，我负责给你贴掉，这我专门的啦，绝对给贴个清清气气啊。时间那是有法度定来，搁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袂搁凭我的直觉去选择爱情。我袂过这么简单，把我的心就安尼凊彩交出去啊！上重要的是，我袂过认为我会当改变一个查甫人。等下，你讲这意思，你是唔通好讲？你是对所有查甫人拢失去信心吗？你爱怎样呢？其实吼，这世间呐，好人还是很多的啊。绝对袂因为讲啊，你的前夫是王八蛋，啊，你就对所有查甫人拢失去信心，对不？你安尼吼是啊，一根勺子吼打翻一锅粥。一根勺子打翻一锅粥，敢有人安尼讲啊？哎呀，规弟啊，这不是重点嘛？重点是讲吼，你要相信讲，世界上还是有真爱的。我捌听过啊，网络顶面有一个爱情专家来讲，伊讲。不要因为一段失败的恋情就不相信爱情，所以你要相信啊，你的真命天子有可能随时出现在你的面前。我唔敢想啊，因为啊，我选查甫人的眼光真歹，我的运气嘛真歹。就算讲我相信这个世间哦有好的查甫人，但不过我唔相信我家己，所以啊。我还是暂时卖讲感情较好啊。哇，你安尼哦，根本就是为了一颗老鼠屎吼，放弃一锅粥啊。应该是讲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吧。哎呦，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就是我感觉吼，应该有人好好爱你，好好珍惜你，好好照顾你。不对啦，你就要卖放弃，把酒杯我敬，你的幸福。就在你的前方。我的目睭变好金吗？啊，不过我幸福嘞，我只嘛目睭看袂呢。我唔敢望啊，我只嘛敢那想要珍惜我眼前的小确幸，譬如讲巧克力蛋糕。等你啊！这个鬼面美术那小花猫呢？我带你去吃啊！你吃好了没啊？啊，先吃完呢啊啊啊！吃好，吃好。臭豆腐，等下我吃完，你陪我去做一件代志，好不好？什么代志？跟过去道别。今日哦，好负责做你的导盲犬，你变成牙的盲人掌了哈。要搞，要搞哈，够坚持些。好来。大步往前走，大步往前走。哦，到位啊，到位啊！来来来，臭豆腐，我即马徛所在，我那是把手机点掉，就捡袂转来吼。啊是讲你敢一定爱把手机点掉啊？这顶头不灵不灵的选择嘛，等于是钱呢。较早我有看个电视剧顶面个女主角啊，伊就是安尼做，我笑到要病去。我想讲白痴个，哪有人哦，甲钱咧袂得过啊？真正个啦，你若要单调吼，不如哦去换一卡，搁较水。
啊，找一个真正的对你好的人，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这就对你哦全部上大的哦报复。要把手机淡掉，不是要报复我的前夫，这是一种仪式。我要把我过去的婚姻过去创哦告别啦。我把手机淡掉，这就代表我自由啊，我重新啊。所以，我一定爱淡。啊，你确定要淡吼？确定。 啊，我来了，我这边，我这边，我这边等吼，绝对无落去，等来。好，这边哦。嘿，对，嘿，我淡掉哦。嘿，来，过去的王彦希，再见了。淡出去啊，妹。淡出去啊。淡出去啊。啊，不过真拄好呢，哇，你真好淡。诶，手指大概涂骹，顶一声，搁弹登来我的手内啦。 哎，看起来这手指吼，真正跟真有缘分，无想要离开你啦。啊，无安尼啦吼，咱想要等这手指啦，等这想法其他的方法无吼，看啥物较符合经济效益。你莫是要甲我骗哦？你唔知啊，目睭看无鱼啊，就变少来的。我拄则无听着啥，你是毋是甲手指捡倒来啊？哎呦，拜托，这手指贵三三的，你真正要等掉哦。你到今嘛，我是伫咧计较这个手指的价值哦。你就是讲。 我袂唔甘这个手指哦，这个手指，我买的时阵，你敢知影？我对我的未来抱有大希望，也唔过想知影，我的婚姻，甲我所期待的完全无共款，所以今仔，我只好看到迄个手指，我就会心痛。 在提起我，我有我未来，这就是我要把手指断掉的原因。敢讲你无希望，我为悲伤走出来，袂过去让迄段失败的婚姻束缚。敢讲我的良心，甲我的未来，拢比袂过迄个手指的价值。无怪，你交袂到女朋友，因为你根本无了解查某人的心。 原来你想要这颗手指断掉，有这么大意义啊！好啦，那你既然你要断吼，你就断掉了，我袂阁阻挠你啊！来来，你看你要断偌远，尽量断，好，来。哎呦我天啊！哎呀，我真想要把手指断掉，哪会这么困难呢？敢讲我无资格重生？敢讲我一定我跌过去。 但我这就是我的报应啊！多谢小可，这是我的报应就对了，真的，都要叫伊来入掉啊！好啦，既然哦，你要手指断掉，无安尼啦，我甲你个手牵咧，我陪你哦，做伙甲手指弹出去，相信我，一定等个重重，互你捡袂着，好不好？来，这边，来，手好啊，哦。 哇，要开始啊！过去的大小姐，再会了。来，把我送个花草。过去的王彦希，再见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哎，你会当把我的手放开啊？ 哦，我跟你讲，哇，等个重重的呢，我拢看无啊！未来大小姐，请多多指教。